大家好，我是今天的 Vogue Girl 周农。我今天来为大家示范最近很火红的小欧眉，非常简单哦。首先我们小欧眉的特色呢，其实它是兼具有点像是飘眉跟雾眉的结合，所以我们先用斜角眉笔呢，把我们的整个眉毛的底色先做一个打底的动作。那特色就是说，我会建议在底眉的地方呢，眉毛底部我们画的是平的，可是因为要有小欧眉的感觉，所以在眉毛的上缘呢，我们会把眉峰提高一些些，这样子的话呢，又兼具了韩风的平以及欧美的立体，所以这样的方式呢，其实是非常适合亚洲女生的。原因是因为亚洲女生的眉毛会比较稀疏，那脸型会比较圆润一点点，所以你运用小欧眉可以兼具的立体感又有柔和的效果，不会太凶。第二个步骤呢，我们用极细的眉笔，这是我们全新的极细眉笔呢，它的特色就是我要创造出毛流感，所以我从眉头的地方开始由下往上慢慢的勾勒出一条一条的眉毛形状。那我们这个画法呢，其实因为眉毛眉头的地方是往上长，所以我们就是往上画，那到后端的地方呢，它开始往后延伸了，所以呢，我们就照着你的毛流去一根一根的挑出你想要的眉形，就可以创造出那种根根分明的毛流感，这样子的效果呢会非常适合我们亚洲女生。第三个步骤呢，我们可以运用一些染眉膏，然后呢在这个眉头的地方呢，由下往上轻轻的输出根根分明的效果，但是这个要逆梳，就是往前推再往上，那这样就可以刷出一个非常漂亮的那种根根分明的欧美眉啦。这种小欧眉呢，就是兼具了柔和以及酷时尚的感觉。